哎，明天就要送你去宠物旅馆了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那该不会是埃及那个什么？哇，还在冒烟呢、欸！哇，还是你过来捡起来抽一下。哇，有赛博朋克的感觉哦。科技与狠活，哦吼！喂喂，那是我要吃的，哎喂！好，最后一招，最后一招，哇、OK 哦，反正应该是不能吃了。哇，好像有冷到、哦。对的，开 roll 了啦，在这边干什么东西？起床了啦！小毛，快点啊，小毛！傻笑！小毛，快点起来！干！七天结束，一定让你瘦了。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OK 吧？可以啊，今天带你们好好练一下了哈。可以嘛？稳定一点。怎么样？今天有练到吧？有。顶住，顶住，顶住。OK。哎，这边不错啦，好不好？练完健身完还可以来这边 chill 一下。哦，明天哈、哦，明天同一时间这边集合啦 ，OK 吧、哦？我可以只要来这边 chill 一下就好。不行啊！我明天发烧了吗？明天发烧，我一定操到你横纹肌溶解。哇，这桌子还可以无线充电。哇，还是我明天去买个炉子，放在这无线充电之后，在那煮个火锅。然后像下面你看这种。以前这里不是是我记得啊，就是你小时候是应该是这里是一个洗车的地方，后来因为这个违法搭建啊，就把它拆掉了，哦，就变成一个停车的一个地方。哎，啊，你们现在还会，你们会用那个 Steam 吗 ？Steam 的话，它是这个叫做 Shadow Ban， 啊、哦，就是你理论上你是可以上的，但是它是不定时，你比如说，嗯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上。然后登录之后，它的那些那个就是商店页面啊，很多时候都是404，然后你就需要购买加速，所以这是一个产业，就是等于说大陆会比你们多一个产业，就是帮别人翻墙的产业。包括我现在如果要看你的视频也是可以看的，但是我就是要多一个所谓的 VPN， 但是我用的并不是 VPN 的技术，它就是哎，那、啊、都是天际线在二嘛？对，天际线二最近啊，你有玩吗？我就是一直在那修路啊。哦，不是刚开始听说好像优化很差。
油画的话确实一般性，我是看了他们那个攻略，然后有个画质的一个就是设置啊，它设置到一个一定的那个程度它就还可以。包括现在哎，你看比如说我们是英雄联盟对吧，哎，然后我们英雄联盟他们是也是被那个腾讯代理的嘛，嗯，腾讯它自有个平台叫 WeGame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他的平台里面玩，然后和你们就台湾完全是不同的平台，嗯，包括这个我们叫无畏契约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叫瓦洛兰特，光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个 Overwatch 那个啊，那个斗争特工，对吧？你叫斗，我们叫守望先锋，我们叫名字都。可是那个不是好像现在停了吗？陆服好像停了，凉凉了。但是他就等于说他的后继者，就是瓦洛兰特，就是他改掉了他很多的毛病，然后就是增加了很多内容，就那些玩家现在都跑去玩了的。对，玩了。你现在是玩游戏是很享受的在玩，还是为了你的那个？你说为了拍片而玩？对对对。早期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拍片玩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玩游戏的呀。对，早期的时候。那个圣安地列斯嘛。对对对，我后来回台湾之后，圣安地列斯一直玩了。哦、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直播业会崛起，要归功一个游戏，就是 GTA5。对，那时候是 GTA5大概95%的流量嘛，这个游戏都是被、后来这个游戏现在大陆是禁播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因为它那个开放性太大了，尤其现在那个 GTA Online 嘛，你可以玩，就是搞的东西太多了，包括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是禁播的，包括那个就是那个任天堂有个叫《动物森友会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个不行。对，那不行，因为那个是之前和那个香港那些事情搞在一起，有人用他们就是造这种支持那个香港的时候，然后就被禁播了。哦。那很多时候你很难想象他们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。然后 B 站上比较流行是什么？是皮套人，就 VTuber， 这是 B 站直播，这是 VTuber。然后因为 B 站本来是二次元文化，然后宅男非常多，然后宅男的消费力，是比普通的一些男性要强的。哎、嗯，你后来还有在看那个吗？死神？死神我都看完了都。漫画吗？漫画我后来就是追完了，然后就是现在不是动画有新的吗？哎、啊，新的那个《千年血战》动画你有看吗？我看了，也有看是不是？我追完了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他那个挺好，还不错。他做的就是他后面做的比较好，就是他补完了漫画很多，就是哦对，有加一些细节进去。补完了漫画很多，我现在体重太大了，站久了脚比较痛。你现在还有在做重训吗？现在我差不多2年没有做了，所以现在发胖了。哦、现在我其实肌肥大，就是只有我大概在5-6年前我才追求那个东西。现在我是就是那种纤巧的比较精干的，我喜欢这种，不太喜欢这种肌肥大型的。肌肥大型就是当时还每天计算热量，吃什么，吃热量、哦、然后那时候那个脑子里面分泌的东西不一样，就是那时候你说我每天都想去练，现在是你让我去练我是真不想去练。现在玩什么打球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没什么兴趣。来搅拌了，哎，你家里多么就小于老太可没了。你们那边没有的啊。是吧？很少。好。哎，干嘛？都有了。不要勉强。吃了，又要吃了。嗯。台湾没有这个。台湾有。台湾很少。一点点。十几块，它这个都是阳澄湖的，你知道吗？它都有标签的。哦。都是有标，这很贵呢。这个大概哎，大概要5000块左右。QR code。我的身份、啊。没只有身份证。哦、哎呦，他走出来了。哎，对他这个，就手过去，他你肯定被咬。看到了。你要咬一口，然后用这样子吸，这什么？喝的喝黑米粥。黑米粥。好，给他吗？好，谢谢。嗯，这个吸管。生煎包。这个从小听他讲到大。嗯。太好吃了，这个应该可以吃8盒的。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没有，太好吃！我这真的是听你讲了十几年了。你要先咬一口，然后往里面吸，你的汤汁可能不掉。嗯，我觉得可以复制一份去台湾开一个店。哇、嗯，它那个汁直接爆出来、嗯！主要是那个皮啊，然后对它那皮是脆的，皮很脆，对，很香啊。就是熟面，好吃哈。嗯。我今天我表姐来，对不对？她说他们一个群啊，只有30几个人，有一个人就发表了一些别人传给他的影片，就是关于有点带政治性的，结果他们全部人都不能看了，就封锁了。
所以你们出去不要乱讲话。没事，问乖啊。他这样我就怕了。有时候想讲点什么，不要乱讲话，打嘴巴。反正政治方面就不要讲。真的，我在家里讲，不要在外面讲。说不定家里也被血亲了。哦。在饭店也不要乱讲，好。哎，对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万一。哎，啊，现在那个大陆玩游戏会那种限制什么时间？那个是青少年、哦哦、青少年限制，那个就是你要去设置，比如说你说他打现在打开一个游戏或者个 app， 抖音好了，他会一开始会提示你，你要设置青少年限制嘛，这个就是给家长设置了。哦。你不需要设置，你就可以不设置，但是。中国的所有的国服的游戏都是身份证实名认证的哦，所以比如说你是一只龙里将未成年身份证，那你就确实到点之后你就是管不了了。哦，对，是这个概念，但是你可以用你妈呢，你可以用爸的，那就可以了。我要示范一下那个源流灾就被腰斩了。哇，那还站着。之前的设定应该是一个强设定，就是它是最强，这是一个强设定，但是他现在把这个设定给推翻了。哦，对。如果他是通过什么，比如说，他确实最强，然后突然搞了半天，然后宿傩给他一个埋伏，或者是给他一个阴谋，把他搞掉了。那大家有可能还可以接受，主要是他现在搞掉方式莫名其妙。哦。硬生生把他砍死。对，就是，而且是他之前已经是，你不会坐在那边啊。他死的前一话还是他是压着。宿傩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到了他死那会儿，一开始他就开始独白了，就开始那个走走马灯，反正莫名其妙，最后就是他已经死掉了。就是一个东西，咒术也太奇怪了，而且咒术呢，就是这个作者有点受不太住的，就是他和以前那个死神一样，就是以前死神不是后到了后面万劫都没有了嘛，对，就他想不出来什么万劫，就包括现在也做出来，他那种领域展开根本就是一个很废的设定，大家都不用领域展开了。就是大家就是开始就是所谓的咒术回战，不叫咒术回战，就是体术回战。哎，回家回家。哦，超冷。哇，刚在里面边喝热茶边聊天呐、啊，哦。啊，你不是还行？啊，我还行啊。我是他。哦，硬要穿这样，我哪有硬要穿这样？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要来这边，我哇，真的太冷了。哇，在里面太暖和了，哇，一出来是真的蛮冷。你家为什么会那么暖？哎，又来到了我们的运动时间。哇，不要再来了。哎，叫招叫招！拜妹，快点啊，小猫。讲几遍，不要再术语。起来啊！我已经起来了。我也起来啊！我一只脚都快到地上了，快点啊！我已经在走了。我也在想着我在走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快到了。好，这两个人啦、啊，还没力竭啦，手掌先被磨爆啦。有喽，他手都好哎，找到解决方案了。这两个人提前阵亡了啦，今天不是因为力竭啦，是因为手哦快起水泡了啦。我没有预料到啊，是有没有那么夸张？真的很痛、哦，我整个都红掉。小毛真的。真的哇，小毛刚他妈的要练背啊，一吊上去啊，还没拉一下直接下来啊，然后手在那边这样子。哇、哦！